大家好，我是内务副主席中级的叶永龙。在新一年，我谨代表 Volare 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学业进步。而家事不宜迟，正式进入我哋私心访问的环节。咁今日咧，相信大家都见到，好开心可以邀请到周泽南老师为我哋接受访问。多谢周老师。咁首先开始第一个问题啦，咁想问翻你点解一开始会选择做中史老师呢个职业嘅？因為我以前讀中學的時候上中史堂很鬼悶嘅，咁我成日都發奇想，如果我做老師會唔會咁悶呢？我希望一反常態，結果我真的做了中史老師。咁樣中史有咁多嘅資料啦，咁周 Sir 你點樣可以記到咁多年嘅歷史嘅咧？我唔一定係記嘅，都要事前要準備下功夫嘅。咁啊，工多藝術嘅啫，你當佢趣味性咁樣，好似我哋有啲符號啊，或者有啲重要嘅人物做一個聯想啊，咁就好容易幫助記憶嘅，就可以勾畫嗰啲事件啊、人物啊出嚟啦。咁樣問翻周 Sir 啦，周 Sir 呢年都會準備退休啦。咁樣教咗咁多年書，你覺得長天嘅學生以前同埋而家有冇啲咩分別？咁就好大分別噶啦。以前啲同學咧都又玩得。有讀得，而家就少咗兩邊都兼善嘅人啦，即係一係玩得，一係讀得，玩得讀得嘅都越嚟越少啦。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啦，周 Sir 咧除咗係學校嘅中史老師之外咧，都係我哋聖 Matthew 社嘅社監嘅。咁唔知道你對聖 Matthew 社喺之後幾年有冇啲咩嘅寄望咧？哦，呢啲都係社課外活動嚟啫。我哋可以講係糖水滾糖圓啫，鬥嚟鬥去都係校內嘅社，都係咁鬥，都係自己學校學生，邊個勝邊個敗，最重要係喺參加呢個社嘅團體裏邊學到課外活動啊、組織啊、領導啊，同埋與人相處嘅道理嘅啫。好啦，咁問咗呢一部分嘅問題之後咧，我哋都其實收集咗一小部分同學嘅問題，就想問一下周 Sir 你嘅。咁首先第一個問題就係周 Sir， 你點睇你自己呢個長天阿仙奴嘅稱號咧？我唔知點解會有長天阿仙奴喎。呢層你都唔係好清楚。我唔係好清楚，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？哦，咁其實我都係收集同學嘅意見去問翻嘅。咁不如我哋問翻第二個問題啦。咁有啲同學就好奇怪，點解周 Sir 你把聲可以去到咁令人震耳欲聾嘅程度嘅咧？我真係～用一口氣嘅啫，咁有陣時啲同學會悶悶地或者精神集中嘅時候，我只係用一口氣令佢提高嗰個專注度嘅啫，冇其他嘢嘅。咁樣呢一度就差唔多啦。咁唔知道周 Sir 去到最尾有冇同我哋一啲長天學生有啲咩嘅意見啊，或者有啲嘢想同佢哋講咧？冇咩嘢好講噶啦，都係讀書同玩都要平衡。但係唔可以缺一，都要盡最大嘅努力玩好，讀書讀得好。好，多謝周 Sir。唔該你。咁希望咁多位學生咧都可以學似周 Sir 話齋，喺玩同埋學之中咧都取得一個平衡。咁最後一次都多謝周 Sir 你接受我哋訪問。唔該你，多謝你啊。多謝。